你如果从民调上来看，我觉得好，呃，国民党根本没有需要蓝白河的基础啊，因为你我们先来看这个民调哈，基本上这一张民调四个组合，国民党一定都是蒋万安，然后呃都是民众党都是黄珊珊，只有民进党的候选人可能会改变，但是我们看不管是对上陈时中，不管是对上前副总统陈建仁，还是对上前台中市长林嘉龙，甚至对上新竹市长林志坚，蒋万安。 都遥遥领先，等于是横甩民进党跟民众党三条街以上。那请问这样的基础何需要蓝百合？嗯，那请问郝龙斌的基础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组合。假设不是蒋万安要选，这是 TVBS 民调、哦，对对，T 台民调。假设不是蒋万安要选，是某些人口中最强的罗志强来选。哦，<laughs> 那哦，那这个真的就需要蓝百合了，因为不管对上民进党的陈时中、陈建仁、呃林嘉龙，或是 呃，林志坚、罗志祥基本上都会输，哦，呃，但是呢，他如果加上黄珊珊，比如说以对上这个陈时中好了，陈时中 31, 26, 三十一，罗志祥二十六，黄珊珊二十九，如果他们两个加起来就是五五十五，就会赢了。嗯，以罗志祥，如果假设国民党派罗志祥来参选台北市长的话，才有蓝白河的必要性跟基础，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。 莫非郝龙斌是在暗示说国民党要提名罗志强来参选台北市长？蒋万安就只能做万安演习，永远只能在演习，没办法真的上战场。当然不是这样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其实大家都讲这是同样都 T v b S 对，同样是 T v b S 的民调，同样的民调，罗志强很强哎。呃，二十六八，几乎强过城市中，这双方面差距这么小啊？这个当然哈，民调有机构效应了哈，而且呢，这里面有个这机构效应也太强，这里面有个关键是在于哪里呢？ 呃，蒋安要参选台北市长已经是定局了。黄珊珊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准备了四年。这里面呢，只有民进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是正式宣布说我要参选台北市长的。嗯、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在民调上讲的所谓的花车效应还没有发生。就一旦他宣布之后，那个民调会大幅度的往上跳，因为其实。 如果大家用二零二零年一月的总统选举，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台北市拿到选票，他们是拿到八十七万票，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三，所以民进党不是没有能力在台北市过半。别忘了，蔡英文曾经在台北市过半，好，所以不是没有能力过半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民调基本上就是一个目前到目前为止的参考值。可是为什么郝龙斌要特别讲说要蓝白合呢？其实我想郝龙斌自己也经过选举，他也非常清楚。 以这个台北市的蓝绿板块结构来看，哈，我们来注意看黄珊珊的数字：十九、二十二、二十二、二十三，这代表什么？先不管投票率，嗯，从一九九四年到最近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，就是二零一八年这一次，好，呃，二零一八比较特殊，一九九四一直到二零一四，所有台北市长的选举，只要是民进党有推出候选人，或者像二零一四年是呃，民进党跟柯文哲合作。 基本上，这个候选人的得票率大概都在三十六到四成多出头之间。也就是说，嗯，如果第三是第三位，除了国民两党的第三位人，他能够拿超过两成的选票。假设他是挖走蓝的选票，那蓝的这候选人可能就很危险。如果他挖绿的选票，那绿的这候选人就很危险。嗯，黄珊珊看起来很明显，他的选票重叠性跟国民党重叠比较高，所以你从你先不看前面两位，你看黄珊珊的数字。 他平均几乎都拿到两成的选票，这代表是你这个民调看起来挖的是绿营的票哎。呃，其实我觉得这个，因为蒋万安还这么高可，可能跟机构效应有关。哦，以我们现在对民众党还有一般选民在看民众党的话，其实他们不太会挖到绿的票。而且黄珊珊她跟绿营是一点渊源都没有，他以前是新党，后来又当民众党的市长的副呃副市长哦，所以他不太可能挖到绿营的选票。所以如果黄珊珊可以拿到两成的选票，其实蒋万安是。嗯 危险性危很危险的、哦，嗯、因为他的四成，他最多只能拿四成。那民建党候选人只要四成多一点就当选了，<是>这就是郝龙斌讲为什么要讲蓝白河的基础在这里。黄珊珊最大的助力，还有未来最大可能的破坏力，就是柯文哲那柯文哲会弄那些有的没有，基本上他是一个没有声量就日子很难过下去的人。那亲民党跟民众党的。 白橘子啊，白色的橘子啊，这个就是黄珊珊。嗯，他现在是亲民党籍，是，但是民众党的副市长，所以我我简称他叫白橘啊。白橘子，你看他怎么民调就是二十趴左右。嗯，那二十趴左右，郝龙斌这些人大概认为他是蓝影的票居多。第三个民调是郑云鹏看出来的。嗯，看出什么呢？那个民调我们这里没有细分，你去看年纪。哦。四十岁到四十九岁是一个关键门槛。哦。 蒋万安是从四十岁到四十九岁开始小赢陈时中，五十岁以上开始拉开一点点，然后六十岁就撸老牙撸锥哦。你知道四十岁以下撸老牙撸锥哦？对，就赢陈中越多嘛。哦哦。可是四十岁以下到二十岁陈时中全赢。哦哦哦。你看那个四大差差距了没有？嗯哼。就是四十到四十九哈，两边算平手平手，那个整万安赢一点点。 他是靠五十岁以上赢的来压过城市中全赢的二十到四十岁之间，台北市是一个年轻的都市，嗯，年轻人几乎全部都支持，全部赢，是。那赢的幅度多？同也反映在林家楼吗？哎、嗯欸，林家楼的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个这一个，因为我看林家楼也被列入台北市长對可能人选，但我的意思说，我现在用蓝绿来看，因为人选中民进党根本没有人表态嘛，嗯、所以花车效应还没出来，现在还没有花车效应，可是你光从这个民调就看见一件事情，蒋万安不是国民党年轻派啦。 他也是靠深蓝、基本蓝的盘在高年纪上支撑着他，嗯，反而民进党的候选人可以赢得比较会自由游走的年轻人的选票。那如果你是郝龙斌那一群人，你发现黄珊珊都拿二十趴左右，嗯，你又觉得他票是蓝的，你又发现蒋万安根本就不一定能，就他不认为他没有充足的信心，认为他一定赢，是。 而且在蓝年轻的选票明显的趋于下风，哦、那你会怎么做呢？是，他就会第一个喊蓝白河。所以郝龙斌他们认为黄珊珊你叫做蓝银变数，你越小越好，他们有真的要跟他合了。以前、哦、的假也倒呼了，来来来蓝白河，这一点柯文哲有看出来，哦哦、和和列贵了，你去跟绿银合。呵呵柯文哲看出来他在干嘛了？ 他要压缩黄珊珊，把他蓝营票你怎么不会动算？那我们合嘛？我们是同一国的嘛？所以你的票要留在哪他，留到我这边。不是当选总统啊，够一个副总统的位啊，不跟他合。哦，这嘴够刁，但是那个合。够刁，我副职你都总要。他要吃，他要吃他的豆腐啦。黄珊珊这张没有选，就是离开江湖了。嗯。另外，为什么要特别跟？么要他当副的嘞？没有，他要当局长。他没有要跟他合作。市政的，小弟，你没有听懂我讲的话。 他在策略上要把黄珊珊极小化，把他蓝营的票留向蓝营的候选人，要不要和哦 h a p 的啦，他也没有想安排位置给他了。哦极小化之后，你得去救高赛啊。那太小看这个台湾市民了吧？因为他发现四十岁以下国民党在西台北市真的是完全弱势。哦，这个蛮厉害。公投也是一样哦，那个是已经固化的票，加上这次十八岁公民权，你国民党敢提啊？不敢来开会。 <對>修宪都是我们在弄，全部的政党都到，只有国民党不到。哦、那现在他们又有一个迷失，对，认为民众党白色的哈比较有年轻票，所以我讲到和哈就可以把蒋万安弱的那一笔补上来。<對>这是郝龙斌，我一直强调不是他一个啦，他们那一群在算这个盘，哦、所以从头到尾就是要吃白色的蓝营<是>年轻票，嗯、要把蓝白色。 橘色的蓝银票极小化移到蒋万身上，这是他策略。他是打从心底没有要跟白银或者民众党合作。那这一个计划会不会成功？嗯，好。一方面柯文哲好像看得出来，柯文哲实际上我我判断柯文哲要跟他谈的话，一定会拿新竹市国民党不要提名来换。所以黄珊珊，我觉得黄珊珊个人这个政党理念不同，他本质是不错的。我我真的要提醒他，你可能最后。 你的你的枪哈，你的箭是从后面射来的，不是从这边射来的。Oh. Oh.